我是来自中国台湾省，大学前一直在台湾念书。第一次来到大陆的时候，没想到厦门它其实很繁华，就相比于台北来说，出门还是带着现金啊，然后硬币啊，然后就空空空空的出门，就很重，然后又很多，所以还是我觉得一个手机走天下真的很方便。这是什么？它咬鸡蛋之后，它咬住的时候呢？鸡蛋吗？鸡蛋。我心里头的那鸡蛋。来，负责人。啊？负责人。你过来看。就这么个同等条件吗？就这么放着呢吗？早餐销量第一啊，每桌的多的是咱们的老人和小孩，都变质成这个样子了。我现在把这些肉做给你吃，你心里咋想的？快了。不是，这是在撇地沟油吗？对，这在捞吗？我靠！哦，这个撇完了，等一下我看看是哪个餐厅的。不还叫面包车吗？这个收纳机就刚好来了。踩着这个点，它收走之前撇吗？我家零食又没了，没了。你们这是纯净水是不是？橙汁也没了。你们这是纯净水是不是？可以，我到时候叫卫生局来给你们报查一下，你们到底是纯净水。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你现在是纯净水还是自来水？你告诉我，不然我马上打112，打卫生局。你们用洗拖把的马桶水给我们兑这个给我们喝，来，这个就是你们兑给我们喝的东西是不是？这就是你们兑给我们喝的东西是吧？这就是我们每天来喝它的东西，它就是自来水给我们喝的。你们所谓的纯净水就是洗马桶的吗？来，倒掉了，对不对？你们用的纯净水洗马桶吗？你对得起我们这么多人吗？每天来到你们家消费，给孩子们喝的，你摸着良心，你痛不痛？不，这绝对不是毛肚，这是毛巾。这是毛巾，来，大家看一下哈，这是毛巾，你看这个地方，毛肚绝对不是这个样子。来，我拿个什么东西把它给弄一下，我全程录着视频呢，我他妈以为是毛肚没切。你是发的毛肚啊？我在这儿，他们在前程都有。我这个时候发的羊，他是在解冻羊城，也是羊城。你吃过的前程都有毛肚。他可以北京水电煤油，北京干部水电煤油水。家人们谁懂啊，他居然直接用手抓，以后谁还敢点外卖啊。这又抹布了，他就感觉是的，你说对，就感觉我反正不，你见我说狗啊，那反正呢，反正人家又不知道，反正不知道，通早啊，通了晚你都不知道，对，我过来了，你弄完了，我不。马浪滩，这是多少人？这不懂。
麻辣烫。你们是老娘啊？吃得香，菜得淡。附近排名第一的店，月销6000多、7000。我现在看到您这边的情况是，洗碗在这个池子洗，生菜这个肉也在这儿进行操作。你真不分吗？这个，你看那个池子有多脏，包括下头啊，你自己不担心这个滴漏会堵吗？但你看看这个，食品是不能摆放在你的冰库。很明显，你发生变质了。你看这个血怎么会成这个样子？每天根本就没有做清洁，这是刚炒制的是吧？刚炒制，你们来到就没往做吗？我们还是附近排名第一的店，月销6000多、7000。你觉得这样子对得起咱们的消费者吗？